随着农历新年的脚步慢慢逼近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年度盛事春节联欢晚会也正紧锣密鼓筹备中，出席艺人名单更是受到各方关注。现在有消息传出，第一名模林志玲将是开场嘉宾之一。2011年和天王周杰伦搭档玩转魔术，以及表演周董的歌曲《兰亭序》，林志玲这次将与梁咏琪、杜鹃化身成春天的使者，站上伸展台走秀拜年，接着献上一首大合唱。台湾第一名模、香港辣妈以及国际超模，三位全都是身高超过170公分的长腿美女，以特别组合的形式登上央视春晚，也被外界称作是女生版的 SHE。